小婴儿的鼻塞呢是比较多见的，因为小婴儿鼻腔比较狭窄，第二呢，他的鼻部的血供比较丰富，在这个外来因素，比如说寒冷刺激啊，或者上感的情况下呢，或者是分泌物堵塞的情况下，他就很容易出现鼻塞的症状，有时候会影响孩子的睡眠或者是吃奶。那么在婴儿鼻塞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处理？首先呢，要清理鼻部的分泌物。如果鼻部有分泌物的话，堵塞，那它肯定这个症状是没有办法缓解了。如果鼻部没有分泌物，仅仅是鼻黏膜水肿，那么这种孩子呢，第一要注意保暖，第二呢，可以适当的用一些，比如说热毛巾呐、就这样去鼻部的这种热敷，也可以缓解这种孩子的就是鼻塞的症状。如果必要了，通过这些手段不能解决的话，我们可以通过局部的药物治疗来那。